我是 Fiona， 你们看这件衣服是优衣库和 Marvel 系列新合作的 T-shirt， 是不是还挺好看的？我买的是女款的 S， 我觉得已经蛮有那种 oversize， 然后借男朋友衣服穿的感觉了。这个棉本身蛮厚的，而且不是很透。好，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吧。今天主题呢是来跟你们讲我最爱的牛仔衣们。是非常喜欢穿各种各样牛仔衣的，我觉得牛仔衣很衬我这种洒脱不羁的性格，就是它非常的耐穿，非常的耐脏，然后穿起来非常的帅。那我今天就来和你们分享一下我衣柜里的基本上大部分的牛仔衣。第一件牛仔衣是这个牌子的，这个牌子的牛仔衣他们大部分至少我买到的全都是 made in USA， 然后这件牛仔衣的颜色就是那种有一点点做旧洗白的牛仔蓝色，我觉得这个蓝非常的显白。然后目前我最近这段时间最喜欢的就是这件牛仔衣，这样橙色的双缝线就是非常经典款，带一点点复古感觉的，它其实是有一点高腰设计的，然后背后是这样不规则的有点撕拉状的。好，给你们看一下，穿起来呢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整个剪裁不是完全平行的，是腰后面慢慢慢慢伸上去，所以你后面看起来呢会提高你的腰线，整个人看上去更利落一点。我自己穿牛仔衣是比较喜欢把这个袖子往上翻，翻到和我的腰差不多齐的位置，袖子短了看上去人就精神了，那个比例会比较好，所以我一般呢都会这样翻上来。我给你们看，它的袖口这边是有一点这样做旧的，但如果翻起来的话呢，我一般是先一折，折的多一点，稍微宽一点，然后再一折，这样子，然后你会折的时候会稍微露出一点啊，这种没有关系，你就不需要折的太规整，你就是这样子就好了。这个折法是我以前在 Hollister 打工的时候学的，就是是 Hollister 他们比较标准的折牛仔衣还有折牛仔裤裤脚的方法。是的，我还在 Hollister 打过工呢。像这样子非常粗犷的牛仔衣，你下面其实配一条这种条纹西裤一点都不会违和，而且会把两者平衡得非常好。这条西裤我很喜欢用来搭配这种牛仔衣带一点休闲感觉的，因为它上面是这样松紧带的，不是那种传统西裤要束皮带的那种，看上去就会比较严肃一点。我穿竟然尺寸是可以的，很多西裤在我腿上都是那种偏大或者过长，但这条西裤你看这张照片是没有披过的，但整个腿看上去就很直，包腿包得非常好，挺显瘦的。然后它本身的垂坠度也比较好，我收到以后从来没有烫过，它就一直是这样比较挺的一个状态，但是它面料本身比较有光泽，所以你穿起来也并不会觉得沉闷。好，接下来说第二件是我前两个月穿的非常多，然后之前也有给你们看过的，也一样是这个牌子的一件白色的牛仔衣。像这种比较 oversize 比较大比较垮的牛仔衣是我自己非常偏爱的一种版型，因为其实像我们大部分亚洲女生都是梨形身材，就是上半身比较瘦比较瘪，然后下半身下盘比较，就很简单嘛，你上面显得小的你下面自然就显得大了，如果你上面可以穿那种比较大比较硬挺然后分量感比较足的衣服，你整个人的重心就会在比较上面一点，那你下面自然就会显得瘦了。非常推荐每个人衣柜里都准备这样一条白色的牛仔衣，因为其实它真的非常好搭。白色牛仔衣你真的是下面配西裤配牛仔配裙子小碎花，什么颜色什么面料我觉得真是什么什么都可以搭。喜欢它后面有这样子的不规则的破洞在整件衣服，但也不是说做的好像很明显很粗糙的那一种，所以还挺可爱的。而且像这种 oversize 一点的牛仔衣，你里面还可以套那种连帽卫衣也都 OK， 有一点大拉拉的，然后比较可爱，也很喜欢拿它搭一些比较粉嫩的颜色，像这一套我里面穿的就是一件粉色的卫衣。然后当时这套白色的发在微博上以后，很多小姑娘就问白色的这个包嘛，这个包是 Rebecca Minkoff 的，它这个款式已经出了很多年了嘛，但这一款比较不一样的是它这个金属链条是这样彩色的，你们看到吗，就它不是普通银色的，它所有的金属扣全都是这样七彩的，就这个七彩的五金件会把这个白包衬得更别致一点，然后它的颜色是会随着阳光的折射然后有一点变动的，我觉得还蛮好看的，是属于那种比较柔软但又不会有划痕的那一种，
它不是那种 box 皮，嗯，我觉得还蛮日常，然后平时生活中蛮好带的。然后还有一点是它的开合非常方便，它就是这样一个拉链，然后里面这样的隔层啊什么的，还蛮特别的，就是配这套白色牛仔的时候用的背包。然后同样非常 oversize 的，我这件是我最早买的牛仔衣其中之一，这件是 Topshop 的。然后 Topshop 有非常多这种带点复古感觉的工装性质的oversize 牛仔衣，这件是这个样子的。然后 Topshop 的这件我穿起来的感觉就是面料的牛仔面料比这个牌子的牛仔衣要稍微软一点。然后我自己手上所有这种大的 oversize 版型的牛仔衣，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大优点，就是它们这个里面有一个内插袋啊，你平时放手机太有安全感，而且真的非常好用。我也是有一次穿了很久意外发现的，请不要忽视里面这两个精心给你准备的口袋，请去翻一翻，你的牛仔衣也有。然后同样版型的 oversize 我还有一件黑色的，我买的是 Urban 的这个 BDG 他们这个系列，给你们看一下，这件就更大一点，然后更工装感觉一点，非常的男男头气。这件是我所有的牛仔衣里面穿起来最硬挺，非常喜欢拿它去配那种很女性化很娘的那种半裙，就是像这种穿法，我觉得男生他能 get 你那种露腿啊，然后有一点点性感比较娇俏的感觉，哦，这种词用的真的是。然后女孩子因为看你穿那么 oversize 比较垮，又不会觉得好像这个女生应该很难搞很矫情，就是为什么像这个版型的牛仔衣我买了 N 多个颜色，白的我觉得最可爱最嫩最少女，然后黑色的相对就比较酷一点，看你们喜欢哪一种。如果你觉得像那样 oversize 的你有点 hold 不住，肩膀这里挂不住，然后短款的你又觉得屁股那里有问题的话，那这件牛仔衣我觉得是最保险的，它没有那么出彩，但是就像一块温润的玉，配什么都可以。然后这件的牌子是 Everland 的，它没有任何的破洞啊或者撕拉，就是非常中规中矩，颜色也是这种比较浅的一个像湖蓝色的一个牛仔色，穿起来就比较文气，显得没有那么的粗犷，比较文雅一点，属于虽然造型感没有那么厉害但非常耐看非常基本的一个款式。好，下面这件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它是这样白色缝线的黑色牛仔衣，然后你们看这件它也不是 oversize 的，它上面这边有一点点做的垮垮的，但是下面是做的高腰的，这件是 Petite Studio 的，就比较适合于比较矮小一点的女生。我很喜欢这个白色的缝线嘛，因为它非常的上镜，只是改了一种缝线的颜色，看上去很醒目，增加了少女感。然后这件是我现在所有牛仔衣里面面料属于比较偏薄的那一种啊，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条 T 真的是和所有的牛仔衣都很配，所以它强调了这个白色缝线嘛，就可以看到你这个肩膀在什么地方。我自己属于肩膀比较宽的，如果你自己肩是属于比较窄的，穿什么衣服都很搭啦，然后撑不起来的，那这件就会比较适合你，因为它会做出你好像肩膀比较大的一点感觉，肩膀大一点这样子撑起来，衣服看上去比较有派头。我自己这件在拍照的时候里面配的是一条运动的 bra， 这条是 Titica 的一个香港也不知道加拿大的牌子，我是看我跟着一起做虐妇的那个 Coffee 他就一直穿，然后我自己在香港买了，直邮过来我被税了69欧，就是它直邮非常快非常方便，但是税真的非常高。这种牛仔衣你肯定里面可以配那种小裙子嘛，我觉得你其实如果去运动啊什么之类的，里面就穿这样的运动 bra 也蛮好看的。它这件是这样星空的运动 bra， 它有两种穿法，一个是前面就这样吊带的，然后就是你们照片里看到的样子，你把它放在后面做成这个样子，看到吗？就背后又多了一道。如果你觉得前面这个深 V 有点太露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一道放到前面来，就是它模特官网上面的穿法，就前面这样多了一道，很日常的一些单品，但里面穿插这种运动感觉的衣服，我觉得两个搭起来也蛮帅的。下面这件是我现在所有牛仔衣里面最最最不一样的，是我前段时间在 Other Stories 买的，它是一件很有日式风格的牛仔衣，是这个样子的，前面是系带式，就像那种日本澡堂浴袍一样，穿给你们看一下，是这样子的，大大的，我这个已经是买的最小的一个 size， 但它依然很大，就是像这样澡堂浴袍，看上去非常的慵懒。
感觉还蛮有文艺气息的，有一点东方的神秘感。面料是我所有牛仔衣里面最软最舒服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它用的是有机棉，所以真的穿在身上非常的舒服，很亲肤。然后因为它这件遮得非常好，屁股啊这边全部都遮住，里面很适合穿很紧很小的裤子。我拍照片的时候里面穿的是这条 legging， 这条 legging 真的是推推强推，是这个牌子的LPA。 首先它的长度跟我非常合，就是我只有一点点裤管觉得有一点点长的，布料真的很软很舒服。就是很多 legging 它不是会为了要把你的腿包紧然后非常紧，你穿起来就是你每次脱的时候都要把什么内裤啊什么全部都拉光，因为真的太紧了。这条它的弹力是属于非常好的那一种，你穿起来不会说很费劲，但是它因为弹力好所以包腿效果很好，就很配这样子上面很垮的这种衣服。很多 legging 你穿久了你大腿啊还有折缝那边不是会就是一棱一棱的把你那个大腿肉都箍出来吗？这条它不会，它的面料很挺。如果你们再找一条好穿的百搭的然后舒服的显瘦的包腿的裤管没有那么长的 legging 的话，我非常推荐你们这一条。好，那这就是我现在衣柜里大部分所有在线的牛仔衣。我牛仔衣真的是春夏秋，有的时候冬天就是横跨 N 个季度，我自己非常喜欢穿。而且牛仔衣我觉得整个它元素比较朝气比较年轻，穿起来人会比较有元气一点。好，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如果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给这视频按一个赞，订阅我的公众号。那我们下回再见啦，拜拜。相比牛就是高腰的，它不没有任何磨它，然后黑